还有我们的社会的热心人士，大家都一直支持。当中啊，我们说，吃的是草，挤的是奶啊的那一些我们的老师们是非常重要的。我相信在座诸位，我们这些华校生，一生之中啊，我们常常会想起一些人，就包括我们的老师。我们每次想起他们的时候，都会很感动，因为他们做得很辛苦，为我们付出很多。他们是很需要得到我们的肯定的。已故丹斯利大度吴德芳博士，是我国文教界的前辈，他那兼善天下的家国情怀，驱使他数十年来风雨无阻地为文教事业无私的付出。一代武山这崇高的名誉，丹斯利当属实至名归。诗人已逝，其志不仅由其子孙继承，不少慈善家、教育工作者及文化界的人士亦受教于他，而当中也包括了参与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的同道们。我深信时在火不灭，但是吴德芳的精神必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。培育了不少从毒中出来的先子弟，改变了他们的家庭，也给他们了很大的信心，在社会出来谋生。